七七九零款，七七九零款的话是我们家自主开发的一个宽松直筒的一个长裤款。这个款式的话，一共是开发了五个颜色，尺码的话是从小码做到了加加大码，荣获性的话是非常强大，能够从90斤穿到180斤。裤子整体面料的话，采用的话是365克的一个私密绒面料制作而成的。这边的话近距离给大家展示一下，它的绒毛的话是非常舒适柔软的。这个款式的话，我们家的话是做的一个简约款的，在侧边的话是左右两边刚开了一个口袋，后面的话做的是一个简约的一个光板设计。这个款式的话，我们侧边这里的话采用的话是一片式的，这边近距离给大家展示一下，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侧边啊。很多裤子的话采用的话是拼接的，我们家这个款式的话采用的话是一片式的，然后给大家近距离再展示一下，看一下在上面这里，上面这里的话能看到啊，也是一片式的，然后在这个位置的话是开了一个边，上面的话是抽了一个口袋，口袋里面的布料的话，我们家的话采用的话也是同款面料制作而成的。然后我们的话是配了一个铜丝系的一个裤绳，裤绳来相对来说的话是比较长的，大家能看到啊，裤绳是比较长的。然后裆部这里的话，我们家的话采用的话是一个拼接的一个设计款。这个款式的话，就是我们家的一个7790款。